镜面抛光是美英镜印机精加工技术独特而重要的一步，它是集研磨、抛光、还原于一体，具有一步精亮的特点。先把美英低温微晶研磨剂或美英金刚研磨剂摇晃均匀后，适量倒在漆面上，用每分钟4500转的高速抛光机配合高速吸盘和专用兔毛球进行镜面抛光处理。注意事项：一、抛光时施加压力的大小要根据车漆的强度及薄厚来决定；二、及时清理兔毛球上的污垢，避免固化的研磨剂对漆面造成不必要的损伤；三、采取推拉式横竖交替研磨，推拉的距离不要太长，应保持在30至40公分为宜；四、倒入漆面的研磨剂要适量，过多会影响抛光效果，产生眩光；五、抛光时应掌握平衡，倾斜度不宜过大，要随着车漆表面曲线的变化而变换操作角度；六、不要在一个部位长时间抛，对汽车边角、带泪及零部件所遮盖的部位要避让。镜面抛光后，表面无任何细微划痕，不露底漆，漆面晶亮，如同镜面一般。操作过程中，研磨剂的使用量根据不同的车辆一般在1至1.5瓶之间。